星星去哪儿了是一首呼唤和提倡环保的儿童歌曲，作品以星星不见了、星星又出现了等儿童情趣的拟人化情景来描写，提醒人们关注环境变化，为了人们的幸福贡献力量。 The Prayer 祈祷是四位美国音乐人共同创作的一首流行歌曲，曾获得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和格莱美奖，并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。歌曲表达了梦想和祈祷没有暴力的世界，一个正义与信仰的世界，祈祷爱、自信与平安。请听由立会青少年合唱团的孩子们带来的表演，指挥张立会，钢琴伴奏梁晨。